东西可以使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法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鲁台长师父。嗯，我去年已经见过了。嗯，我今年就来见了。我是为了这个小孩子。哪个小孩子啊？这个小孩子是吧？这个孩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，好，你讲吧。我已经念了小房子。几张小房子啊？不多。你想想看，你不多，你怎么会让他好啊？明白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帮你看看他现在好一点吗？你告诉我几几年属什么的吧。87年1月1号是虎年的，应该是。87年属老虎的。87年1月1号。嗯。他的病已经比过去好一点了。他没有病，他生来就是这样。哎呀，脑子不好不是病啊，还没病呢。哎，我看你马上要有病了。我真的有病，我等一下就是看一下。我真的有病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你要记住啊，你的病不轻啊，我待会帮你看。你这个儿子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脑子，我刚刚看他图腾，脑子后面血管走啊走啊走，走到这个地方就特别慢，走不过去。所以他的就是有时候的痴呆，或者有一些恐惧症，或者有些什么是一阵一阵的，他突然之间会觉得哎呦很呆，发呆或者发傻，过一阵子又好了，对不对呀？是。现在用什么办法？那现在什么办法？告诉你，他身上有两个灵性，一个灵性是你打胎的孩子，一个女孩。啊，你掉过一个孩子，现在在他身上，你赶快把他念掉，明白了吗？而且这个孩子你打掉的时候还蛮大的，明白了吗？打掉有。好了。我讲给你听好吗？一个在他的身上，还有一个，你有没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过世的？没有。你妈妈打掉的孩子。你问你妈妈打掉过没有？100%。是你在你生出来的前面或者后面有一个你的姐姐或者妹妹在她身上，所以她经常表面上看起来你看她不动，实际上她有时候做出来一些动作像女人。嗯嗯嗯，像不像啊？啊，有时候跟着妈妈拉住你，轻轻的，妈妈偎依在你的身边。是是。看见了吗？赶快给他念经，他是属于文的，他不是属于武的，因为他两个都是女的在他身上，所以他难不了了，你听得懂吗？没有什么问题，像他这种你好好给他念，明白了吗？他现在的思维还是属于比较正常，但是他主要是大脑发育不良，明白了吗？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血脉不和，两个灵性在他身上不停地搞他，所以他还有一个身体上的问题，就是这么小的年纪他的肠胃很不好，经常吃不下东西。他啊，不会的，经常吃不下，我指的并不是说一直吃不下，是不是经常？他胃口很好的，胃口很好，但是他的胃很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看他的胃很不好。这样。嗯，他现在吃下去的东西要么就不消化，要么有时候觉得经常会打嗝啊什么的。打嗝有。有吗？有。经常打嗝。那还有这孩子的手有点畸形。嗯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一个脚经常站不长，有一个脚有点畸形的。嗯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哎，知道了。没什么大问题的，主要是脑子，他现在的手和脚的神经都被脑子牵住了，如果你让他脑子这里没有牵挂的话，就是能够疏通的话就好了。我劝你这么小就给他吃点丹参片，丹参片非常非常好。你相信台长，丹参片是天上的药，
非常非常好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很多很多很有名的人，我不想讲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连很多皇室里的人，他们吃中药都吃我们丹参片。丹参片活血化瘀，瘀是什么？很多人生癌症、长肿瘤都是瘀啊，化掉这个瘀啊，丹参片非常好。你听得懂吗？这孩子没什么问题的，好吧？哎，不好起来你就不要来找卢台长了，听得懂吗？我可以告诉你啊，很快就好起来了。你现在只念了这么几张，你不行啊，你要多念了。像他这种毛病，没有800张到1000张不行的，明白了吗？好不好？怎么念呢？怎么念？他说用嘴巴念。傻姑娘，到门口去问他们咨询处，他们会教你的。你们法国共修组有很多心灵法门的佛友，他们都会教你的，好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自己要记住，你自己的血脉很不好，你有血压高，明白吗？血压没有。你的心脏经常会胸闷气急，有没有？一不开心或者天气一不好，或者做一些事情就会觉得胸闷气急。这个没有。你要当心啊，你的心脏已经出毛病了。现在真的有病，上来过去是哪一种病？你看看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的心脏呀，因为我看这个血液流不到这个位置呀，所以你的手脚会有点发麻呀，睡觉的时候。没有。要命。师傅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这个病，我刚刚看出来你就是这个病，你听得懂吗？你去查，一定有，明白吗？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腰。腰啊，你的腰很不好。我跟你说，血脉非常不和，你的腰和血脉，你浑身无力，老觉得身体不好，老觉得自己好像两手无力，浑身没有力量，你明白吗？我希望你呀，改改运吧，把你的头发跟我撸撸上去。额头是天庭，要饱满的。很多人把头发全部遮在前面，一点运气都没有的。头发绝对不能遮在前面的，遮在前面是天庭被你遮住了，明白了吗？你看大家都在撸了。师傅，请问一下，我家里那个佛堂观音菩萨怎么样？我看一看你家的佛堂啊。啊，你家里房子还蛮大的，蛮好的。你佛台是设在你们家面的，家里进门的左面。这里地方特别亮，是，对，看见吗？是。而且我看见你们家的沙发挺漂亮的，啊，皮的，啊，有点真，啊，而且我告诉你们家的家具也挺好的，嗯，谢谢关心。哎，还有一个吊灯，啊，不看了，算了，不看了。观音菩萨在哪里？观世音菩萨，哇，你们家还供祖宗呢？没有祖宗，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。还有地主。下面有经常有祖宗来的，你有牌位的。地主爷，什么？地主老爷，看见了不啦？看见了啦？要我讲的，跟你说了。观音菩萨有在。来有，但是你这个老爷来了，其实从来不来的。观音菩萨来，老爷从来不来的，听得懂吗？那个老爷跟菩萨不是一个层次里边的，你明白了吗？地神啊，那个。哎呀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很多人不懂的，供烤乳猪。我问你，观世音菩萨烤乳猪啊，吃烤乳猪的？你听得懂吗？那是地神，地神跟不能跟天上的菩萨放在一起。菩萨是菩萨，地神是地神。没有放在一起，没有放在一起，就在边上，没有放在一起，就在边上。你要记住啊，台长看上去清清楚楚的。你们家里倒是蛮大的，蛮漂亮的。谢谢。哎，还有我爸爸。已经过世了，97年了。哎，应该不能看那么多的，给你看看吧。对不起，因为你对着嘴巴一点，大家都听不见。97年了。属什么的？属老虎的。你爸爸是吧？过世了，过世了。过世讲名字，活着讲生肖。哦、叫陈抱顺心，陈抱心。抱是什么抱？抱歉的抱。抱歉抱就是报复的抱了。欣欣向荣，欣欣向荣的欣，看见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跟你爸爸长得不是太像，上半部很像，下半部不像，对不对啊？我讲给你听，你爸爸
人个子不高，很能干，活着的时候什么都能做，家里什么事情都能做，你听得懂吗？哎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很暴怒。是是是是是。是啊是啊，他居然还跑到天上去了，恭喜你！因为他走的时候，你给他做过佛事的，你们家里。是。是啊是啊是啊，穿得很漂亮，丝绸的，蓝色的。是是。看见了吗？对对。大家看见了没有？啊。谢谢鲁台长。谢谢鲁台长，很好，在天上的。明白了吗？谢谢。他现在叫了，跟我讲，叫了你一句小名，他叫从来不叫你全部名字的，你是三个名字是不是啊？你两个名字，三个名字啊？我是一个名字，他们去到哪里工作，他们就帮我造了叫了一个名字，真的取了三个名字。对不对啊？大家听到了没有啊？好了。是，谢谢谢谢。好好学，好好好的。你们你要好好念经的，这个儿子很快就把他能念好的。各位师姐师妹啊，各位居士女士，一定要信观世音菩萨，佛菩萨是真人的，是他说佛菩萨真的，是他做功德的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所以人不会真死的，人死掉之后了，台长经常说，就像一个汽车，你开惯这个汽车了，你人还是这个灵魂呀，你再换一辆汽车你还是他呀。你讲请讲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